美的山坡与海湾，天空中盘旋的老鹰，忙碌的港口，进出的贸易商船，满载的远洋渔货，豪华的度假游轮，这里就是台湾第一游轮大港——基隆港。Hello， 货从港出，客从港入，来到基隆啊，当然要一睹这里山海交汇的自然美景，听这里的渔村故事，品尝在地海鲜，感受台湾的人情味。基隆已经准备好等大家来喽。非常的亲近，每当一靠近海啊，就开启度假模式，让人一股脑想投入他的怀抱。基隆人小时候玩水的记忆，从第一次吃水呛到，到学会换气，大学游泳课变成全班崇拜的对象，大海就是他们的游泳池，游泳池里的海兔、水草、小鱼是最好的玩伴。还有一处也值得一游，封闭七年多，于2018年再次开放，位在和平岛公园东侧的阿拉堡湾，有着丰富的礁岩海岸，各式各样的奇岩怪石，豆腐岩、蕈状岩，充满想象的十大奇岩，可以伴随海风欣赏大自然的无限创意。基隆的渔港有很多，不管新的旧的都各有特色，可以逛浴室、吃海鲜、搭游艇，也可以一秒到威尼斯。正滨渔港呢，是所有渔港当中历史最悠久的。多了这几栋彩色缤纷小屋之后呢，让怀旧渔港变成了火热景点。它也在台湾景观大赏当中荣获大奖，也带动了一些艺术家、民间团体，还有当地的社区组织共同的来投入。不过，这当中最大的成就在于让当地人重新爱上自己的城市。基隆的中正区域荣获2019年观光局票选的十大经典小镇，还有许多值得探访的地点。北八斗、南多良号称全台最美临海之县，一到站无敌海景就在眼前。深澳县最早是用来运输金瓜石矿产，后来随着产业没落二度遭到停驶，随着海科馆的启用，深澳县也随着复始。这里就是深澳县的终点站八斗子车站。虽然这里是终点站，但是呢，铁道是一直延伸到新北的深澳站。现在这一段铁道呢，走的不是火车，而是铁道自行车。废弃铁道得以重生，铁轨上跑的不是火车车厢，而是彩色马卡龙色调的铁道自行车。从八斗子车站一路骑到深澳站，随着铁道延伸，一边是翠绿山峦，一边是碧海蓝天，双脚踩着踏板，清晰的浪潮声像是帮忙打着节拍。马上就要进山洞喽，山洞里 LED 光雕仿佛带你进入海底世界，是充满奇幻的视觉享受，也让人看见基隆独特的美。当然少不了它的海岸线喽，历经千万年的海蚀风蚀，打造出台湾北海岸美丽的线条。这里的岩石看起来不像是岩石，外观感受不到岩石该有的粗犷感，而是细致的表面，踏上它便可以确定是坚硬无比的石头。它们内敛沉稳，任由海风海浪的侵蚀，屹立不摇，驻足在此千万年。哇，大象在这边喝水哦，是不是很可爱？亲眼看到啊，真的是很栩栩如生。没想到这些坚硬又巨大的石头，在大自然的雕刻之下，可以呈现出这么可爱的样子。这里是一个海蚀平台，高度落差随着潮汐变化，大约有35到81公尺。这个海蚀天线也让人看见大自然制造的一个冲突美感。换个角度，从海平面可以看到完整的大象哦，所以不管是为了跟大象合照，还是想体验海上活动，都是很棒的行程哦。
大象有这么多人陪他，他一定不会孤单。除了独木舟，在北海岸因为特殊的地形与地理位置，有着台流杯基隆国际帆船赛的传统。从潮境公园前方起航，逆时钟绕行基隆屿一圈，再返回潮境公园。这一带的水域宽广，水象平稳，不仅是赛事的固定场所，各帆船组织平时也在这里举办帆船交流。喜欢大海的朋友得抓紧每年举办潮境海湾节的时间，一起在基隆潮一整夏。美丽的背后呢，是因为有台湾的人情味默默的守护这座岛屿，号召志工举办净滩，各式船艇义务支援，参与的人是一年比一年多，每个人呢都是带着一个小小的善念，尽心尽力的付出。我想这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大海是基隆的命脉，贯穿着方方面面。八斗子渔村打造成没有围墙的国家级博物馆，结合渔村特色发扬海洋文化。海洋科学博物馆以互动式教具呈现海洋知识，透过无锅鱼配种游戏，让民众知道台湾有世界一流的水产养殖技术。透过自己制造海中漩涡，让深奥的海洋科学变有趣。标旗鱼食户捕鱼，体验当渔民的辛苦，也更了解珍惜海洋资源。透过全台最大 IMAX 3D 荧幕海洋剧场，看见海洋之美。最后许下保育海洋的承诺，唯有认识海洋，才更能够保护海洋。基隆有大大小小的渔港，每一座渔港都静静地守护朴实的渔村，等待出海的渔船平安归来。在海科馆附近的一个小渔港长潭渔港，岸边的壁画上有着浓浓的渔村风情，平浪桥守着渔港的出入口，出了门是大海，进了门就是回家。退潮后有美丽的海石平台相伴，而这个传统的渔村随着产业的发展也跟着转型。海科馆的成立，潮境公园的诞生，为当地带来不少人潮，成为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海角小镇。渔村还有个很特殊的景观，就是这些正在曝晒的石花菜，它们是台湾东北角一种特殊的海藻，把它晒成干之后呢，烹煮制成石花冻饮品。来一口，感受一下大海的气味。如果你想要更贴近当地，美食是最好的媒介，找美食最快的方法就是跟着人群走。基隆有近海直送的海鲜，热闹的鱼市绝对是找新鲜海产的好地方。塑胶篮子里琳琅满目的鱼货，看喜欢谈好价钱就可以下手了。想要品尝纯粹鲜味的朋友，来份澎湃的鱼夫锅。活动的基隆本港海鲜，让人仿佛置身渔船上，将当地海产包入饺子中。一颗颗彩色的水饺，有海菜水饺、飞鱼软水饺、小卷水饺，吃到了鲜味，也吃到了朴实的渔村风味。想要一次网罗基隆美食，可以把握夏季举办的特色美食节，挑战基隆独特多元的实力哦。基隆啊，真的是个零死角美女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八斗子的最高点，海拔101公尺的101高地，走吧。走上101高地，俯瞰大大小小的渔港，因为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带动了城市的发展，让这里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远眺浩瀚汪洋，世界之大，让人想走到世界尽头探索冒险。日落时分，天边的彩霞模糊了远方的视线，因为舍不得唤醒正在规划梦想的人。原来基隆也是一个爱做梦的城市。
但是我们不急着下山哦，因为今晚呢，我们受到基隆的邀请参加海风盛宴，这可是一年一度基隆潮境海湾节的重头戏之一哦。它是由市政府跟海科馆联手推动的计划，希望透过各种活动让人们亲近海洋，在活动当中享受海洋的陪伴。今晚呢，很多人都是盛装出席，但是名额有限，记得上网预定哦。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期待今天的晚宴呢？在101高地上摆好长桌，铺上绸缎桌巾，布置刀叉酒杯。今年特聘世界年轻厨师精英赛台湾区冠军简于杰及哥哥简成宏担任主厨，从前菜、主餐直到甜点，舌尖的感受绝无冷场。然后呈现我们基隆当地的食材，那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海鲜，像我们的小卷啊、白带鱼跟飞鱼卵，那今天都会融入我们今天的所有餐点，包括甜点也是，也是用一种法式料理的手法，那在这个地方呈现不一样的东西。今年推出鲜虾橄榄香小卷佐芒果青酱汁，芒果香气中感受到小卷及虾子的热情洋溢。酥炸白带鱼卷佐马告奶油酱汁，白带鱼卷在原住民顶级调味料的加持下，足以让台湾家常餐桌食材跳上国际舞台。Hello， 依琳，你好，你好，干杯！吃的怎么样？今晚呢，我们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尽兴，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会想要举办这个海风盛宴吗？好啊。因为本来基隆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城市，只不过过去被人家的感觉好像黑黑暗暗的，那我们希望让大家来到基隆就觉得它是很幸福甜蜜又美丽，所有美好的事物，所有的浪漫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城市，就跟今晚一样。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晚上的晚宴很舒服，可以看到点点的渔火，然后可以看到星光，傍晚的时候如果来到这边可以看到夕阳西下基隆雨，然后还有这个最棒的九份的夜景，真的是，所以很感谢大家今天哇，满满的都是来，敬一下大家，觉得大家物超所值，来敬大家，敬大家，好，敬大家，谢谢，谢谢。去年啊，就是大家也很热络，那今年这样举办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唯一的反馈就是大家觉得很棒，然后觉得机会太少了。那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暖身，我们在 try， 我们在希望就是说用不同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展现这个基隆的味道。所以也许未来我们会慢慢把它再扩大，不过我们希望维持它的品质，让大家永远都会去回味它。慢慢走向国际，我们敬我们全球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基隆，请大家欢迎大家来基隆。好，真的，其实去年就有第一届开始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去年伙伴报了四位，然后我没有来，我就觉得很扼腕，为什么没有来？在这么灯光美气氛家，在海边用餐，其实这感觉好像是台湾唯一吧，在这么高地，然后有很好的夜景海景，然后伴着灯光这样子美酒美食佳肴，我觉得太棒了，怎么可以不来呢？所以今年呢，我们很早就赶快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伴随着乐音，我们在101高地上一起举杯欢庆，品尝主厨与基隆孕育的海鲜共同创作的佳肴。基隆啊，不管是它的山海美景、海洋文化、渔村跟海鲜都很令人向往，但是令人真正想驻留的是它由内而外散发的美。今晚的基隆挂上了明月，请来了九分夜景，以点点渔火跟烛光邀请大家参与这场盛宴。那接受大家的掌声，与大海共进晚餐，享受令人微醺的气氛。不管你来自哪里，今晚我们同在基隆。
体验了基隆与自然的故事，接下来听人文故事。这碗传承三代的泡泡冰是老基隆人记忆里的经典滋味。基隆最早的泡泡冰就在基隆夜市附近，温馨精致的店面带有复古风格，虽然不在夜市主战场，但人潮却络绎不绝。我从他一碗12块钱的时候开始吃，那个是国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花生花豆，然后再来就是听那个刨冰的声音，刨刨刨刨刨，然后还有那个汤匙打的那个锵锵锵，哇！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回忆通通都跑出来，就它香气特别浓，就是花生味道特别足，然后吃起来就跟一般的刨冰来讲都比较滑顺一点。这一家店呢、据说是泡泡冰的始祖，究竟第一碗泡泡冰是如何诞生的呢？ Hello， 怡慧姐。嗨。我们现在就是做花生加花豆。对，这是一开始的最原始的口味，对不对？对，一开始我们只卖花生跟花豆两种口味，花生有炒过比较香，然后花豆也是自己煮的。就是这样子，冰一边下来，然后一边搅拌。对，要把冰跟原料完全融合在一起。哇，也太香了！它一边爆，我就一边闻到那花生非常浓郁的香味。好，我来。所以第一碗泡泡冰是怎么诞生的呢？因为我们本来以前是卖刨冰，然后爷爷看到客人在吃冰的时候都会把冰跟原料拌在一起。哦，对。然后因为刨冰的口感太粗了，所以我们是用刨冰机去改良，把冰刨得很细，然后再跟原料拌在一起。嗯，好浓好浓，很像吃冰的花生酱的感觉。那花豆到现在都还是我自己在煮。就是这一碗传统的花生花豆冰养活了三代人。厉害之处就在于它的原料，来自台湾云林的花生，还有万丹的花豆，一整碗满满都是台湾传统味道。因为泡泡冰本来就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所以我们要用的食材就要用我们台湾在地的农产品、水果。如果说像现在没有草莓，那我们草莓如果用完了，我们就连进口的草莓我们也没有做。身为长女的石怡慧对父亲留下的冰摊充满情感，接下棒子后就有非做好不可的决心，舍去了手工刨冰的方式，改用机器，反而保证了每一碗冰的品质。转型的冰店虽然不像过去位在绝佳地点，也看不到传统刨冰的画面，但却重新找回当地老顾客，还成为来到基隆必访的经典美食。以下呢，我要为大家精选今天四款我最想吃的冰。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花豆花生冰，因为我刚刚做的是传统版的，然后这个是改良版的，吃吃看有什么不一样。它味道会更浓，会比我们手工做的更浓。嗯，更绵密，更细致，然后味道也更浓郁。哎，对，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制作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做到完全滴水不加的冰品，就单就食材本身。老店创新，期待吃到新品，好不好？我们跟冰淇淋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空气含量不能超过20%，空气含量太高的话，我们的冰就会变得不够扎实。来到夏天，谁能受得了这杯芒果冰的抗拒呢？所以这是我今天点的第二杯，仿山艾文芒果冰。嗯，你吃得到纤维，我们什么香料香精都没有加，所以要让你把这杯冰吃出来那种芒果的味道，我们芒果本身的比例就要很高。它这个冰真的厉害。怡慧的冰最大的特色就是使用大量的新鲜水果，使用机器搅拌就不用额外添加太多的水分，因此少了人工香料和果酱，却有水果浓郁的味道。在水果天然的色泽中，还能找到芋头的纤维、凤梨的果肉、百香果的种子。接下来呢，第三种和第四种口味呢，分别是鸡蛋牛奶冰还有巧克力口味。这两种呢是属于甜的口味的，我们来吃吃看。嗯，很香哎，但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吃到很甜很腻的感觉。它完全没有加糖，我们就是只用炼乳。炼乳，然后炼乳一样的意思，我要把味道做得很浓又不加糖的话，那我炼乳的比例要很高。嗯，对，所以它完全就是炼乳本身的味道，然后每一杯冰的比例就是加了一颗蛋黄。再来呢是
小朋友排行榜前三名的巧克力，也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哦。耶、yeah, ，这个有加牛奶吗？有哦，巧克力牛奶口味。对，所以吃起来比较不会有苦味，会比较顺口一点。这真的是小时候怀念的味道哎，巧克力，好好吃哦。嗯，我觉得在基隆啊真的很棒，因为除了有很棒的景色之外，还可以吃到这么有感情的冰店。谢谢怡慧，谢谢。这里的冰看起来很简单，却个个都是经典，吃得到原汁原味，还有绵密滋味点滴在心头，也在新一代基隆人心中谱出属于家乡的美食印象。这其实我是第一次吃啦，我之前没吃过。那它这个百香果的，就吃起来很自然，不会有那种香精味。对啊，我觉得蛮推荐的，很好吃。草莓口味，吃起来是草莓的味道，里面还有草莓的颗粒。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基隆是靠海的城市，他们在海水怀抱中长大，漫步在东北角的自行车铁道，串起360度的东北角风景。这里有小渔村风情和渔村美食，也有优雅的海风盛宴，甜在心里的古早味泡泡冰也充满故事。这就是每个角度都有不同风景的基隆。